中国宣纸小镇项目位于安徽省宣城市泾县宣纸文化园，以中国红星宣纸厂为核心，整体打造的以宣纸文化为载体，集合生产、住宿、研学、旅游等功能的特色小镇。该项目由中国美院设计，宣城市政集团施工，项目于2020年1月开工建设，一期工程于2021年9月份已经完工，目前正在进行二期施工，二期继续使用阿埃伯白水泥，主要用于现浇混凝土路面、预制台阶。该项目预计2023年6月底开馆运营，项目白色混凝土的展开面积约77000平方，白色混凝土的总用量约在10000立方，本项目均为白色清水混凝土，为保证白色混凝土颜色不受污染，采用专线生产、专仓储料、专车运输。本项目主要结构为框架加薄壁型的墙现浇混凝土结构，最大跨度36米，正方以上主体结构均为白色清水混凝土，所使用的螺栓和堵头拥有专利技术，通过建筑与景观的融合来实现垒轩城墙、叠卷为山、悬帘四檐、游台如水的设计意图，进行打造一座可行、可望、可游、如画的白色混凝土纸山。中国宣纸小镇项目是阿尔伯白水泥国内第三个白色现浇混凝土项目。阿尔伯白水泥在业内享有一流的品质，这归功于全球六家白水泥厂采用统一的质量管理体系与标准，从而在现浇项目中发挥出稳定的颜色与性能，一直以来得到了建筑师、施工方与业主的高度认可。同时，为响应萨梅纳集团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，我们在配套的服务的过程中采用绿色物流，全程使用散装罐车，避免了包装袋的使用。阿尔伯白水泥是白色现浇项目的理想产品选择，其实现了结构、功能与美学的一体化，希望我们的白水泥可以运用到更多的现浇项目中，为中国的建筑美学的发展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。阿尔伯白水泥，创造无限可能。